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看不出来吗？ 金花，嫁给我好吗？别开玩笑吧！我像开玩笑吗？咱们俩才认识几天啊？这重要吗？我未娶，你未嫁就够了。你不是说咱们俩就是朋友吗？ 我当时就是试试你而已，我想知道我在你心中有没有位置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你心里是有我的，对吗？其实，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你把我吓坏了，而且我也知道。 我影响了你的高考，甚至是影响了你的人生，所以就让我继续赢下去，让我照顾你，让我陪着你一辈子，好吗？有点太突然了吧？这有什么突然的？我觉得我们就是对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，这为什么还要等呢？干嘛不结婚呢？ 结婚了，我要结婚了，我要结婚了，我要结婚了，你要结婚？哎，怎么这么快呀？跟谁呀？就这回你给我介绍的那个，我给你介绍那个，你不是看不上吗？后来又看上了。小花，你这够快的啊！ 我和你哥三个月就结婚，当时卖钱快呢，可不是？你这比我们还速度。你不会跟我跟红红一样是先上车后补票吧？啊，滚一边去！别这么想。你选个日子，把人带回来，咱们呢上这个满仓的饭馆去吃顿饭，也让你姐呀和你姐夫给把关。 行，就这样吧。来，过来，坐。别看了，那行，那谁了？我四个高，刚才要不要？乱了，乱了，乱了，从。